来看一下片啊，来看看，太远了。你这有什么不舒服？也没有什么不舒服。原来住院，他跟我就是切片，嗯，切片出来的都没有检查到有癌症。对，做气管镜是吧？啊，对，就是啊。那你当时是为什么要做气管镜吗？我都不知道，但是一照呢，他说里面有个有个结节吗？这些都是良性的结节呀、啊，都是炎症呢、啊。我不懂、啊，就是以前得炎症留下来的疤。啊，它不是真正不是肿瘤呀、啊，不是什么这样子的。我看看以前在我们医院，你看以前在我们医院，这是2021年在我们医院就是这种炎症。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像不像个三角形？嗯。所以这个已经存在很多年，看到这就是个三角形、嗯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陈旧炎症结节。所以你没什么病，不要急了，也不用看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不是叫你教授了，叫应该叫你老师。哎呀，不敢啊，应该是老师，乔老师。哎呀，不敢不敢。哎，这是真的判这个乔老师。我看你的片，就是以前看有一些这些炎症的病症，还做了两次气管镜、啊、看到吗？这也是陈旧炎症病灶，全部都是良性的。这个地方当时你看2021年有这一片，现在还吸收了，这是最新的、啊、这些地方还缩小了嘛、嗯、就说明这炎症收缩了。没事、啊、没事了，你这都是很好的，就是以前大概2021年之前、啊、可能肺里面感染过，现在已经好了，留下了疤、哦、所以你就会每次检查会看到上面有条索，有结节，有这各种、哦哦哦、它就像这个割破了、哦、长了一个疤、哦哦、永远留在那个地方、哦哦哦哦、就是当时感染、哦、好了以后它留了一个疤、哦哦哦、不用管、哦哦哦哦